高中生的，而且还是有名字的，我看到了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帽子上面有带着名字，因为我们学校以前不是要有那个校服上面都会有贴名字，自己特别写的。这是我们在演出之前呢，我亲笔写下名字，然后还签了名。原来是这样，但是我听说啊，因为要参加这个节目，啊，国定要上等的，我变成高中生了，而且还是上面有名字的，我看到了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帽子上面有带着名字，因为我们学校以前不是要有那个校服上面都会有贴名字，自己特别写的。这是我们在演出之前呢，我亲笔写下名字，然后还签了名。原来是这样，但是我听说啊，因为要参加这个节目。